相对而论，如果一间企业所得嘅客户多咗，工作量大咗，人力资源自然紧张咗。但系点解有啲公司客户多咗，工作量大咗，人手反而轻松咗？因为佢哋用咗 Multi-Able 企业管理系统，将传统 ERP、Web 2.0 同商业智能完美整合。咁点会唔打破传统嘅商业定律呢 ？Multi-Able 万达宝。